你脑子有病吧？不是，我觉得咱俩现在应该保持点距离。你跟我哥们都黄了，我觉得咱俩见面不太好。你有事儿你找他，你找我干啥呀？那我咋样了？咋样了？一个不喝酒的人天天喝大酒，天天死去活来的，天天哭。那我不也难受吗？你难不难受我看不到，我只看到我哥们难受了，能理解不？那我现在想找他，我联系不着他了呀，他把我微信电话都拉黑了。那都过一个月了，你早合计什么了呀？那这一个月那我也没消停啊。就是我，首先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忙，有事你俩解决好不好？你能，你帮不上我就不找你了。完，我现在瞅你挺生气，真的，我看见你我在想我哥们那样，我挺生气。你找都找你帮忙呗。你上厕所吧，上厕所。就是我能帮什么忙啊？我觉得就是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是吧？我就是一旁观者，我能干嘛呀？我也替他做不了决定，就关系再好，我也不能帮他谈对象、结婚去吧。你俩不天天在一起工作吗？我就想知道他还爱不爱我。这还用证明吗？那他还得什么样才能算是爱你呢？那就是，那我现在也彻底联系不上他了，你就帮我演场戏呗。还演场戏？你直说吧，我可能有点听不明白。就是证明一下他到底还爱不爱，然后咱俩假装在一起了。咱俩假装在一起？你脑子有病吧？